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儿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花姑娘，啊呸！举起手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我身后啊，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我现在就在这所大学读书。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从这所大学说起。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我就要从我妈妈说起了。因为啊，我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可是她正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她是影响了我妈妈这一代人一生的一场灾难。哎。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是让我们继续去寻找过去的故事。哎，事情啊就是这么巧，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啊，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的故事。我姥姥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闹日本鬼子的年代，日本鬼子经常在学校中抓捕爱国学生，而被抓走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
大叔，这笔货啊非常要紧，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啊。你放心，我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嘛，我懂规矩，不敢问的我绝不乱问。这里边抓着啥东西，咋这么沉的？这里边啊是国宝。国宝？小鬼子快完蛋了，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给悄悄运走，咱们得了暗信儿，把他给劫回来了。你得赶在鬼子前头运回村藏起来，好，我们再把鬼子向前引一段，就带队回来，尽快引回根基地去。我知道了。菩萨，金菩萨。都放屁呢，还让不让我唱啊？没有人吗？在这儿能出声的除了我和驴还有谁啊？难道还是菩萨活了不成？真是菩萨，你活了？我还活着，救救我！真活了！放我出去！菩萨，听清楚了，是放我出去。观世音菩萨呀，我郭老大一辈子种地啥亏心事也没有做过，就是18岁那年我摸过孙儿媳妇的奶子，可是他后来搬到张庄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呀。菩萨呀，菩萨呀，你就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呀。求求你快放我出去吧。我放你出去，你怎么就活了你？疼啊。看不见，啥也看不见。就这样，我姥姥稀里糊涂地被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给救了，同时又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更加惊险的历程。由于路上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之前赶回村子。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追回佛像，出动了城里所有的兵力，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但是中国人的地雷常常使鬼子知道这儿的路有多难走。
所以当年的日本皇军常常是这样前进的。이바시순한테아도돈을걸어이가려니그이대太君问你石桥村又多远？不远，就在前面。啥风了？啊去！哎呀，这天挺凉的啊。哎，热上风啊！啊切！完了，可能把枪交给孙老总。啊，太君要征用你的驴车。那不行，太君，我家就在前面石桥村，我还要回家呢嘛。啊切！太君要去的就是石桥村，让你的驴车在前面开路。啊切！啊切！召集全村的人循环。哎，这驴车咋自己走了？我这个驴人家，我把车洗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啊。哎，你个驴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畜生你啊！你连你哪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忘了祖宗八辈个叫驴？你日你妈！哎，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呢？我是马驴呢。哦，咋了？你这个东西怎么一见主子就跟孙子一样，就欠抽？太君，这石桥村后头有一座老石桥，是金山的唯一通路。孙子们，
申し訳ない。皆さんよろしく。我々は皆さんを守るためにここに来たのだ。この辺りの行動は我々国軍の列車に入り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を奪った。どのもののあるかが分かる人すぐ教えてほしい。はい、はい、海军说忽然紧让大家听懂关照，海军是来保护大家的。又一个土匪劫了皇军的货车，抢了皇军的宝贝，要是谁知道宝贝的下落，要立刻报告。在没有找到宝贝之前，要封锁金山的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另外为避免麻烦，全村的男人先喂去哈。这几位呢？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两个孙子，快叫狗腿子。叫老总。正好太君缺个守候做饭的，你俩去给太君做饭去。啊，你俩小兔崽子也别闲着，去给这位太君打水去。要新鲜的泉水。太君，花花姑娘。どうだ？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何？你花姑娘。下锅呢？黑豆啊，黑豆，那是人吃的吗？这还真不是人吃的，吃这光放屁呢。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我们这没有其他东西吗？你是上门我。这些白面
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给太君做面条。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太君要。哎，老总，你这有花姑娘没有？花姑娘，花姑娘，有，花姑娘，在哪呢？在后院呢。你看，这不是太君。她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花姑娘。这个村的泉水远近闻名，当年是专给皇上进贡的。哎，请太君们尝尝。伊玛诺，他过来的要了多，不做个亚哈里可能不拉你。阿鲁看到这个要给小坤，这回我个国君的勇士啊，都是得咱老国尽心的欢喜，把路啊扶在过他们呢，呼吸又摩托太了的。所以得不做太你依赖他了，太难弄，哪可弄不拉比多？みんな殺しだよ。我が国軍の意見を示すからな。咋样？味道不错吧？去，给主送去。站住！你这娃长得挺白净的嘛？啊！嘿！你把这饭都给太君盛好啊！
要滚多少？我们活已经干完了，就帮我们做吧。你们这猪吃的不赖嘛？啊，还面条呢。就这么金贵啊，就那么嫌弃我们的衣服？不是嫌弃，是那衣服太重要了。不是衣服还能比命重要了？村里边到处都是鬼子，你这会儿往回跑不是找死的吗？就是因为有鬼子，我才不能丢了那件衣服。你这个娇小姐咋这么难伺候的啊？要回你自己回，我不陪着你去送死。走，你走吧。我哪儿都不认识。我哪儿走啊？你不走，那我走。焦小姐，赶紧走吧，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这个时候，人不能站高处的。不能站高处。雷，专打高处的物体。可是你不翻过这个山，就见不着游击队啊。走吧，雷公啊，从来不会打好人的。风化台啊，咱们就下山了。哎呀，你眼神好，四处给咱们看一看，还有没有鬼子啊？有。Ha ha ha ha!
我说过吗？这雷公啊，就不大好人。我们这个令啊叫雷公令，你看那边那个小庙叫雷公庙，昨天我刚去烧过香，他当然显灵了。不要说他一个鬼子，就是再来上两个三个。这说来咋就来了。闺女挑吧，咱一起挑。有句话咋说来着？十四不干啥来着？十四不做亡国奴。对，十四不做亡国奴。咱让他校史本看一下，咱有骨气，对吧？花姑娘，花姑娘，收着啊！一步也不敢离开，一步也不敢离开啊！村里边能动的爷们儿啊，都让鬼子关到庙里边。地雷都在吗？都在这儿。先把佛像转移走，把队伍带到石桥村来。你留在这儿。我要跟你们走。这不是去玩。我要找我的衣服。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什么衣服？衣服兜里有一个小本，上面是鬼子细菌战试验的记录。地下党冒死把这份罪证给送了出来，可是让我给弄丢了。衣服在哪儿？当时手忙脚乱的，好像塞在驴槽子下边了。太君！
谁又睡？人力仗马上就赶到，这可是给他的最好的见面礼啊。那英俊呢他们有的太挺有资格了。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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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这里边东西给大家看好了啊！啊，放心。拿走了。放心。Thank you.
我的队长啊，快快
在他的后山叫堆我，路你走过的吗？你不记得了？那你呢？我惹的祸，我挡着，快走，快走，我快走，你俩快走。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自从侬阿里口我写的不了他了，你那几个我写的去了，看来你是在等。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烧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摸门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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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治不服他。娇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发汗。老子不在乎，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お前も我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なんでこうでだ。はい。那是太君的宝贝，呸！那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碎碎硬了。另外，去我国。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没法过河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咋样？舒服吧？哎呀，舒服啊，好舒服！少，少，再少！
Ah!
赶紧上来哦。太君。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扣这教你妈下沉，把火烧的我八嘎！好嘞，大勇，好嘞，我在那边火太大。大家该可地里，木拉了很多，再一过了这段，太君，太君，啊！
那里有睡的地方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西瓜在那儿呢。找到了这个，
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昔日本軍について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時に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しました。この間彼が亡くなる瀬戸際に、私の代わりに中国に行きなさい、亡くなられた方々の霊魂に謝罪をし、すべての中国人に謝罪しなさいと強く言われました。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都来了春，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小棋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儿，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啊呸！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啊，抄起那家伙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脱了村儿，地雷甭说他还见你儿，四刀下飞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そうですね。
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大枪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啊呸！老少爷们儿，啊，姑娘媳妇儿，抄起了家伙，咱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出了村儿。地雷崩折他汉奸的腿儿，刺刀吓飞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中国人儿？嗯，大刀切断他的小脖子儿。啊嘿，老少爷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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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嘿，我是小薇，又到了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节目时间了。我今天啊是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为大家主持，我现在是在一艘海洋探测船上，跟随这艘船去揭开一个举世瞩目的秘密。哎，大家一定还记得在《举起手来》第一集《鬼子进村》中那个罗圈腿的鬼子兵中村下的兵吧？花姑娘。成为俘虏以后，他被送到抗日根据地，受到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平，和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俘虏们对侵略战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有的还自愿参加了反战工作。当问到他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和平。爷，我的李太，这是发给你的路费。阿里嘎多，多谢你们。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最后失败的前夕。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都转入了大反攻，而就在我前方的这片海面上，65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Target 286. Torpedo 3 and 4. Stand by for launch. Fire! Submerged to 30 feet. Close on! Close on! Hey! Upmerged to periscope level. This is magnificent. Please take a look, sir. Yes. Sir, there is a telegram. Read it to me. According to our intelligence, the Japanese are about to implement a top secret battle plan called Named Wind. Our preliminary analysis without details of their plan reveals the Wind battle plan may be implemented on the open seas. As such, this is an urgent alert to all fleets in the Pacific Ocean to increase surveillance and immediately attack any Japanese battleships. Sir, we have only one torpedo remaining. Proceed with Z formation search and 24-hour sonar monitoring. Yes, sir.上次郭大叔为掩护国宝立了大功，就被派到城里利用他的厨师手艺担任秘密联络员，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必须万分小心，但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突然降临。有个姓郭的厨师啊，我就是。你是？这有个东西，不是啊，我到啊，是阴谋。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切切肉呢，挨了两枪还跑这么远，要不是地上有血点子，还真让你给跑了。带走，死了死了，怎么的？没事啊。带走，是。啊，怎么问你？
大家还记得上一集里那个骑着猪打仗的鬼子官吧？哎，正是因为咱们自造的地雷装的是土火药，劲儿不大，才让这家伙捡了条命。这回他又参与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太君，太君，事情办妥了。据我们的情报啊，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中国人。现在好了，他再也不会说出这件事的秘密了。据我的情报，还有一位知道这个秘密的中国人。谁？啊！太君，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放心吧，虽然你是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像你这样的中国人起的作用比我们日本人的作用还要大。在上一期的故事中，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那时候她连枪怎么拿都不会，而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战士了。那时候鬼子欺负咱们没有大炮，躲在炮楼里拼命顽抗，可是他们做梦也梦不到会见识到中国人什么样的智慧。朵丸，啊，还提到了个什么响子，后来才听说这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朵丸，啊，巷子，还有吗？还有就是他塞给我了一瓶洋汽水，汽水儿啊，带来了吗？没有，我没有看出啥名堂，就让我小孙女儿喝了。那瓶子和瓶盖呢？孔瓶子他拿回去玩了，瓶盖子好像，他好像盖回到瓶子上了。得赶快找回瓶子。这么重要啊！让我赶快回去，死后把瓶子拿来。来不及了，我去吧。这个教授是个文物专家，是我对他讲过，如果遇到特别紧急的事，就去酒楼找郭大厨师。你认识这个教授？是我父亲。平平呢？快给爷爷！瓶盖还在。你可回来了，我等得好苦。走吧。去哪儿？喜阳大饭店。今天是太君五十大寿，饭店的厨子通八路，被抓进馅饼堆了。现在就跟我走。那我去取个东西。不行，你跑了我找谁去？饭店里嘛都有，立刻就走。那你在这儿等着爷爷，不要乱跑。小东西，爷一起带走。啊，
这孩子太小，带着做饭不方便。我扣着他呀，我看你敢不敢捣乱。谢谢。还给咱乡饭店摆手里吃的都是洋菜，我是会做中餐吗？谁叫这城里就剩下你这么个厨子了啊？今儿个你是会做也得做，不会做也得做。要是做不好啊，老的小的一起进宪兵队。走。小姐，请留步。请。你们要干什么？帮助你。明天将有一船日本伤兵返回日本，可运伤兵只是一个幌子，船上还装有一批从中国抢走的珍贵文物。那位死在酒楼的老先生是唯一知道这批文物清单的中国人。本来我们一直在暗中保护他，可迟了一步，没想到他们提前动了手。我曾经听过老先生的课，也算是他的学生吧，只不过我学的是几何专业。我多次向他要那批文物的清单，他一直拖着，说要交给他的女儿。看来就是你吧。我们知道日本人没有从教授身上得到那份清单，也没有发现厨师的身份。让人奇怪的是，教授当时拿着一个瓶子出来的时候却不见了。你们是什么人？中国人。爷呢？莫得理他呀。中村象征兵。现在人在哪里？已押送宪兵队，按逃兵处决。不，去准备一个勋章。勋章？大大的勋章。喂，わかしは東京からの中華ジャーナリスト。老朋友，你们的元首还在柏林祠堂吗？是的，我们的元首是与柏林共存亡。太累了，太累了。他只能是死的连渣儿都没有。诸位，本官在任期间，均只与大东亚圣战，不幸受伤。明天将随运送伤员的阿杜安号同船回国。今天正逢本官五十大寿，特设边宴，与各位告别。日本人把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都请来了，为什么？现在日本人已经丧失了海空优势，知道走海路极易遭到拦截，所以他们要利用兽力大张旗鼓的散布这是一条伤兵船。宴会开始了，这个东西你太完蛋了，你知道不？你早晚都让我把你劈了，把你切成片，把你剁成渣，把你柳砸剪走。等等，你姐是切肉啊，还是切人呢？切肉呢。哎，你姐是在走嘛呀？熬汤嘛。熬汤啊？嘛场合你熬汤啊？不是，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旁边一个帮手都没有，这么多人要吃饭，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嘛？就干脆熬一锅汤，大家还得每人分一碗喝。你老土吧你！太君今天请的是洋餐，开的是酒会，就是各自拿着酒杯走来走去，吃的是点心，喝的是威士忌。那你叫我来干啥的嘛？
今天是太君坐收，按照洋人的吃法啊，要上个大大的蛋糕，上面再插上蜡烛，到时候太君就这么一呀吹，明白吗？蛋糕，快点坐，一会儿要上蛋糕了。诸位，在这批回国的伤员中，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位忠勇的士兵，他在战斗中脑子受了重伤，但仍然历尽艰险返回部队。皇军一向对受伤的士兵关怀备至，本官代表军部授予他忠勇勋章一枚。哎，请问您是如何从八路那儿逃出来的？八路又是如何对待俘虏的？伊埃尼莫德里塔伊啊！伊埃尼莫德里塔伊，嘿，快点坐，快点坐，一会儿要上蛋糕了，上蛋糕了，蛋糕呢？啊，这不是正啊，啊，鸡蛋糕就是正啊，啊对，整完以后吃的时候还可以撒点盐，还可以放点辣椒，那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上面可以浇点。等，你这是蛋糕啊还是大饼啊？别胡来啊！一会儿出了国，我先尝尝再上。哎，行，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先去方便一下啊。方便？带孩子走嘛？和孩子也要方便嘛？少耍花招啊！想溜走是吧？啥时候宴会结束了，啥时候出去。诸位，中村君刚才的举动是一种激动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皇军呼喊万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把双手举起来的。现在，我们共同为中村君荣获勋章，干杯！碰杯！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不去送蛋糕，你跑这儿来了，你给我滚！太君，太君，别！
这是一种姓氏的艺术造型，具有强烈的东方特色。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是蚂蚱。可盖着盖儿会把它闷死的。是我的。爷爷。请你还给我们。哎呀，你看你这是干啥的嘛？就为了一个孔平平啊？你看，哎，我这地方躲得很，回头给你们再造一个啊。哎呀，你看，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还值得动枪？谁都别动！请你注意，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好吧，过来，先由你来保管。太君叫重新做三等。早く見に行ってくれ。はい。脑子冻成了冰块，现在一下化了，变成了水了，发生了短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啊！谁是个疯女人？出发了，登船了，出发了，登船了。太君，出发了，太君。马德里达。爱你，莫德里大爷，爱你，莫德里大爷。太君，这登船呢，就是回家。太君，太君，你再来，太君，太君。
吃，这可吃呀！哎呀，太君，我来帮你啊！呀！哎呦！今天的宴会虽然出了一点小小的差误，但仍然是一个十分圆满的聚会。却教授把秘密藏在了这只瓶盖里。他们在战败前急于把这批文物偷运回日本，而在这批文物中最重要的是一件考古史上无价的珍贵文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落入日本人手中，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谢谢。日本人有两种方法偷运，一是海路，但极易遭到海空拦截，再一个就是空中，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日本，我们必须马上查明箱子的准确位置，判断他们到底是用哪种方法偷运。この不祥用守ってくる。这个舱里全是毒气弹。黑卡库托里达，嗨，让他们死的连渣都没有。来，君、飞行機で帰りなさい。行け。やいね、モドリ大爷。そうだ。やいね、モドリ大爷。坏了，日本人要改用飞机。怎么办？
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出国了？只好见机行事了。伤病，伤病全是假的。出去！收到急电。立刻同时通知美军和延安方面。总部急电。离机场最近的部队是哪一个？是骑兵营。曾经救护过被鬼子毒气弹伤害的人，因为内脏中毒后会迅速腐烂，都死得万分痛苦，即使活下来也都双目失明，绝不能让鬼子再去害人了。炸了他！可是文物还在船上，好在还撑在咱中国的海底下。让个来吧，你们两个一会儿趁乱抱个救生犬跳下去，好在临安边还不算太远。请你照顾好我的小孙女。
Captain, we've been informed by a commander that 5 American pilots were lost at sea yesterday. We are ordered to participate in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 You know, Jack, I had a crazy dream last night. God said to me, I must do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a pilot in the ocean. I asked him, why is this person so important? And he said to me that this is the future president of America. You know, it's not just one. Plus his son, it's 2 presidents. Jack, if we can save him, I'll be a general one day. But there is 5 people lost at sea. How do we know which one is the future president? And that, my friend, depends on our luck. Not sure. Perhaps it's a new kind of glider.你们日本人都是中国字。
我是中国人。你怎么跑到日本的飞机上去了？骑马。骑马。哦。欢迎各位光临阿多番号。太滚，请允许我介绍两位你们的战友。赵小姐不愧是土肥原手下的干练人才啊，以重庆谍报员的身份诱导八路和重庆两个方面的情报人员跟踪和辨认我们的箱子，最终向美军发出了错误的情报，使盟军拦截了我们的飞机，误以为这件旷世绝宝再也无法到达日本。现在可以告诉诸位了，那个东西就在这条船上，而盟军已经认为这条伤兵船不再有什么攻击的价值了。可诸位如果认为这艘船只是为了运送这些文物，那就小瞧我们了。不错，这是一艘伪装的伤兵船，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一批精锐的军官和士官，绝不曾直纳前线紧急抽调赶回日本，要赶在盟军登陆日本之前迅速地训练一批从青少年中挑选的身份干系队员，进行一亿岁的本土决战。好，我来得过来。嗨，而如何混过你们海上和空中的封锁到达日本，一直让我们费尽了脑子啊！这下好了，我们意外地获得了这个 shit 美军最新的密码识别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冒充美国船，通过盟军的潜艇封锁了。哦，差点忘了，司令长可以。哇呀！大爷在这儿呢吗？这下好了，你们全凑齐了。徐棍，你不是急需一批活体毒气实验品吗？这里男女老幼很齐全吧？你！
ahead to the ship. Position 282, speed 20. Upmerge to periscope level. Upmerge to periscope.听圣训，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掏干净，再送去做毒气实验。要杀就杀，我们啥也不知道，还在这折磨啥呢？知道你们嘛都不知道，也没嘛可以套出来的秘密。可是用酷刑啊，把人慢慢折腾死，这样就是太君们的一种找乐。劫东西啊，捞在人肉上的时候，那种滋滋的动物叫，那种惨叫声，都是太君们最喜欢听的一种，每一秒隐约。嘿。哎呦，姐哥，这东西啊，来得更刺激，一下子他还电不死你，光让人抽抽。这电流啊，还会自动加大减小，刚刚让人松软下来，再次的被刺激起来，来回反复。那么样，先是哪个？本船的任务已密电过日本海军，这只能是美国潜艇。去，用他们的士兵密码告诉他们，我们是美国船。哎。在这些人里呀，也就属你还有点情报价值，那就先从你开始吧。Send the periscope 30 feet. Don't you want to send an identification signal first? It's just an American merchant ship, Jack. There are 5 American pilots floating around these open Chinese waters. And one of them is the next president of America. We can't waste any more time. Direction 335. Speed 80.各位高兴得太早了，你们小瞧了我们的情报技术。只要有这些完整的灰烬，不出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恢复所有的密码资金。牙签。
大佐先生，真为你们感到遗憾，到最后也没有看到你们为之拼命的那件国宝。我们的后代还会继续追下去的。也许那东西根本就没在这船上。你们的情报说日本偷走了中国上百万件珍宝，那只是对日本皇军的一种诽谤，就像南京大屠杀一样。不承认，是不是，大佐先生？完全正确。只要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都不会承认。当然，对你们几位可以特殊，叫你们死也死得明白。嘿，嘿。不过来看一看吗？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先，早晚会回到我们中国来的。你们的罪恶，我们中国人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的。可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把你们称之为罪恶的东西，都让其消失掉。没有发生过，所有的证据，包括你们各位，都即将消失了。
你爱你，我的李大爷。把他留下。你要干啥？我还有用。我们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儿。放心，事情办完后，你们都会在一起的。魔鬼，就算下了地狱，也会在那里杀人。现在，我就代表那八万多中国人，送你下地狱。你到底是什么人？中国人。在耍我们呢！追踪文物才是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毒气弹和细菌弹。我需要知道你们的意图。哼，看来这就是你们的疯子号作战计划吧？表面上，你是我们打入重庆谍报组织的人，实际上，佩服。潜伏了14年，连土飞猿都让你给蒙了。是的，从九姨把我的亲生父母被你们杀害开始。14年的收养之恩，竟没有打动你的心？不错，你们饲养了我14年，在这14年里，供我吃穿，供我读书，可学的是什么？你们教我杀人，杀中国人。你们从没想把我养成一个正常的女孩，而是要我变成和你们一样的魔鬼。幸亏我遇到了一些好人，那些在你们的监牢里和刑场上都没有失去信念的中国人，他们告诉了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良和爱，然后走向你们的屠刀。你们一直在犯着一个错误，想知道吗？就是太小看中国和中国人了。
在这儿干啥呢？在这儿跳舞。刚才他说轰炸美国，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们的疯子号作战计划。这都是些啥东西啊？气球，他们准备用大型气球挂上毒气弹和细菌弹，利用大气环流飘到美国本土上空，随着气流下降落地爆炸。 No, you will not blow away my country. 我绝不能让他们轰炸我的国家，炸沉它。这船上还有一大批我们中国的文物，但是这些炸弹会杀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这些文物一旦运到日本，就永远不会归还的。就是沉，也要沉在咱们中国的海底下。收到零号急电。零号？没有特殊情况，零号是不应该直接发报的。不是从零号的固定电台发出的。疯子号计划。报告总部，建议立刻把这个情报通知美军和重庆方面。Captain, we've just received a strange telegram.East longitude 123.3, north latitude 30.1 degree is a Japanese battleship flying an American flag. We have to attack immediately. Shit! Immediately change direction! 120 degrees!
上当了。Just received a new message from the headquarters. East longitude 123.3, north latitude 30.1 degree is a Japanese battleship flying an American flag. We are ordered to attack it immediately. We are on the way to attack it right now. But we have only one torpedo remaining. What if... Then we will ram into it and sink it. Captain, the sonar has detected the target. Position 030, distance 15,000 degrees. Upmerge to periscope level. Upmerge to periscope level. Too 绝了！他们不知道我是学几何专业的。Torpedo number 2 for launch. Yes, sir.和你抱宝的，
写了什么？中国的国宝，1945年4月1日，沉没于日本的阿多王号上。我们得在世界上留下这个秘密。要是我们像他们那样能飞就好。 ですね。
Captain, we've received an urgent telegram. Four pilots lost at sea were found by Archer and Silverstone. Report back to headquarters. Tell them we found missing pilot number 5. He's flying away.我们就这样飘到美国去了，也许吧。おじさん、ここは日本ですか？这里是日本吗？日本？你走错道了。这儿叫钓鱼岛，是中国。举起手来。我姥姥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妈妈，我妈妈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大家。哎，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时光过去60多年的今天，我们就要跟随这艘海洋探测船去揭开这个重大的历史秘密。不过在揭开这个秘密之前，我首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留下来的一件珍贵文物。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瓶盖，可在这里边夹杂着一份微缩的小纸片，经过放大还原后，就是这张纸上列出的一份清单，上面记录着当年侵华日军从中国偷走的一批珍贵文物，在这里边有着一件人类考古学上的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潜水员已经出发了，这个无价之宝会不会就沉睡在这片海底呢？今天我们就要揭开这个60多年的谜底，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里，都在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镜头下到海底，去探寻这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迹。记得那个被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投入大海的漂流瓶吧？60多年来，它一直下落不明，请全世界的人们都注意了。如果谁发现了它，请尽快与我们联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瓶子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